看我买了多少鸡蛋，3.9块我煮了大概20个，够一个礼拜吃，不然放坏了也不行。我也不会弄调料哎，然后这个是上次买牛肉给的那个料包，我一会儿扔进去，味道挺好的，然后放点酱油，放点盐就行了。我就在站着看，我都流口水，黑漆漆啊，味道还行。煮好了，煮了21个，这个怎么煮的这么开？一会儿把它干掉。看着明明上上色应该特别好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青姐，今天是我7天轻断食的第二天了。然后，这东东吃了个鸡蛋，不吃了。我一个鸡蛋，然后黄瓜、西红柿。燕麦饼干，吃两片就行了。它这个饼干一点也不甜，一点味道没有，就纯燕麦的，特别脆，蘸了酸奶会更好吃。嗯，很多人跟我要在哪什么牌子，就是你们在某宝上去搜索安迪同款啊，就能搜到它。很脆，纯燕麦，一点也不甜。我上次自己做的吧，真是好吃，又香又甜，放了那么多椰蓉，那么多红糖啊，鸡蛋，还有那个那么多的那个叫什么来啊，蔓越莓干。对，好去吧，就在嘴边能想不起来，就吃了几个。哎，不用费脑子，天天去想吃什么，还有自己腌的茶叶蛋，不怎么咸，但是还有味儿，黄没有味儿，青是咸的。压得很结实，能掰成两片。纯燕麦，你们去搜吧，好吃的很嘞。哎，好久没有，我今天破了190，好久没有破190了，很开心。好了，明天见吧，拜拜。